全套工具，开始针阀生成测量，从行程测量工具里取出中核心科杠04中核心科杠07，把千分表拧紧在测量工具上，并在中核心科杠07归零块上把千分表数值归零，把测量工具按在喷油器上测量针阀生成。本次测的针阀生成为0.183毫米，针阀生成标准数值为0.200+0.005毫米，所以此次测量数值偏小不达标，需要调整针阀生成。数值偏小，需要更换薄的针阀生成调整垫片。更换薄的针阀生成调整垫片后重新测量，此次测量数值为0.197毫米，测量数值达标。继续安装喷油器，开始测量衔铁生成。从行程测量工具中取出中核心科杠05和中核心科杠09的工具，将中核心科杠09工具套在衔铁上，把千分表安装在中核心科杠05工具上，拧紧在喷油器上，打开千分表测量衔铁生成，标准数值为0.050+0.002毫米，测试数值在标准值范围内。开始测量空气余隙生成，取下衔铁，将衔铁安装在电磁阀上，把千分表安在中核心科杠10工具上，把测量工具放置在电磁阀上，使千分表归零，取下测量工具，取下衔铁，把空气余隙生成调整垫片安装在电磁阀上，安装衔铁，把测量工具放置在电磁阀上，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。标准数值为0.050+0.002毫米，此次测量数值在标准值范围内。继续组装喷油器，安装衔铁，把衔铁芯装入衔铁盘，装入电磁阀，依次套入电磁阀密封圈，缓冲弹簧，缓冲生成调整垫片，用镊子把钢球放入喷油器，电磁阀拧入喷油器，固定在立式台前上，拿出中核心科杠01工具，拧入电磁阀部分，安装千分表，千分表归零，衔铁生成标准数值为0.050+0.002毫米。用镊子把阀球、阀座放入喷油器，衔铁芯装入衔铁盘，套入缓冲弹簧，缓冲生成调整垫片，放入喷油器，把喷油器固定在立式
常测量工具，取出杆芯，取下千分表末端螺丝，装入缓冲型常测量工具杆芯，把杆芯装入测量工具，拧紧螺丝，千分表归零，把测量工具装入喷油器，轻轻下压测量工具上部，测量数值，缓冲行程标准数值为0.030+0.0045毫米。把千分表装入中核心科杠零二，使用中核心科杠零七归零。测量工具与电磁阀按压，测量数值。标准数值为0.050+0.005毫米。把电磁阀放置于台前上，取出中核心科杠零七，安装千分表。使用归零快归零，测量电磁阀数值即为 T1。 放入调整垫片，取出中核心科杠零三，安装千分表，使用归零快归零，测量工具放入喷油器，数值即为 T2， 空气余气生成为 T2-T1， 标准数值为0.050+0.005毫米。中核心科杠十一安装千分表，把电装喷油器固定在立式台前上，套入 TS27C 套筒，使用扭力扳手拧松，取下电磁阀，使用归零快归零，放上衔铁行程调整垫片，放上测量工具，测量数值。